出专辑，有出专辑。老师，我们要重讲。明年见。有事假吗？徐佳莹的。哎，来不及了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阳光会翻开。老师，你真比他。星座专家唐启阳经常在节目、社群上分享星象及星座运势，因精准预言获得国师封号，从而打开知名度。后来跨足演艺圈，因主持不少节目，结交了许多演艺圈好友。不少艺人在宣传新作品时，都会前往他的直播闲聊宣传。昨十三日，艺人侯佩岑为了宣传自己创作的第一本童书《看见你，听见我，遇见爱》，现身在唐启阳的直播间，而这也是侯佩岑的直播处女秀，她自然不作则的反应，让不少网友留言表示，第一次觉得佩岑好可爱，这集好可爱，人美气质好，佩岑超幽默，今天重新认识她了。出专辑，出专辑。老师，我们要重讲。明年见。而直播结束后，唐启阳也在 IG 上释出侯佩岑私下的模样，并大赞佩岑好可爱。影片中他一个人陶醉唱着徐佳莹的歌曲，搭配上浮夸的表情，让唐老师在一旁笑到不行。